信基督教是要收心灵基金吗？拿他老婆的钱去报靠免费好礼吗？为什么靠跟主办到一半办不下去了？有造学的靠免费好礼吗？张文强的靠免费好礼吗？吴伯雄的靠免费好礼吗？为什么靠跟主办到一半我们家都不用办了？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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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似乎是有备而来，陈信瑜特别走到门口最后一刻，尽管支持者阻挡陈信瑜继续说下去，但是陈信瑜是不罢休，直到讲完该讲的名单才掉头离去。